虽然台湾的疫情渐有较好咯，但是防疫工作也是袂当放松。今仔日富冈山甲企业关键两座智慧型的防疫门，互彰化县政府将放伫咧县府第一甲第二办公大楼，提供予来到县府洽公的民众使用，加强防疫的安全。在以往疫情期间，要到公家机关洽公，拢爱用人工进行登记，才跟量体温。这毋但是需要人力，嘛容易成为防疫的破口。未来在富冈山所关键的这座智慧型防疫门启用了后，毋但是会当主动量体温消毒，也可以当进行人面辨识，非常的便利。富冈山为了要成为政府机关上强而且有力的后盾，在防疫期间捐赠真侪防疫物资给公部门。在这后疫情的时代，为了要让防疫成为生活的日常，所以这次特别跟企业来配合，搁捐赠一座智慧型防疫门给彰化县政府。我们富冈山是跟国际佛光会在疫情期间呢，其实基本上送了很多防疫的物资到各个乡镇。只要呢县政府或者是当地的区公所有需要，我们都愿意赠送。那这样的一个缘起，其实是因为星云大师本着同体共生的一个理念，希望呢我们是跟政府跟社会是一起的，所以呢不论是面罩或者是防护衣啊，甚至是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智慧防疫门，都是希望给给这个社会可以来取用，那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疫情呢，我们也是出一份心力，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是很健康、很平安的。王馆长也感谢富冈山甲企业的诚心，未来这两座智慧型防疫门会放在县府第一甲第二办公大楼，提供予洽公的民众使用。要在这边再次的谢谢佛光山跟这个启强公司各捐赠了我们一套的这个智慧防疫门给彰化县政府，让我们来洽公的以及我们来在这边工作的同仁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保护哈。我们都知道佛光山一直在讲究人间这个佛法哈，希望说透过人间的这个很平常的部分，就能够把佛引进到生活。那长期以来，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教育、文化、慈善各方面，可以说非常的这个尽心尽力哈。那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心灵的一个这个支柱哈。那在这次的防疫过程中，他们呢，我们也看到佛光山非常多的这个扮演非常多的公益哦，包括有我们的这个捐赠 N95 啦、防护衣啦、防护罩，还有防疫的这个智慧门这个。我想在这边再次利用机会，谢谢我们法师及所有师兄师姐他们的一个这个发心。这两座智慧型防疫门有消毒水雾化系统，会当免接触就会当量体温，而且还有离子杀菌的功能，让管护员工甲洽公民众会当安心迅速通过，提供更加安全的办公环境。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采访报道。